Leo 聊四季，天天都不新。大家好，我是 Leo， 今天来看朝鲜人对上塞尔特人，这场比赛是天梯的哈佛地图。好，先来介绍一下蓝方选择的文明是塞尔特人。塞尔特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工程器单位攻击速度是游戏里面最快的，而且伐木的速度也是最快的，步兵的移动速度也是最快的。那塞尔特人的打法还是比较偏向于步兵哦，但是他的工兵路线呢，其实在封建时代转城堡时代的时候节奏非常好。一升城堡时代可以马上下大学跟这个弹道学，这个初期压力是非常强大的。那塞尔特人的后期也可以转游侠，但是比较少见哦。虽然，但是他的游侠人比较可惜哦，没有三级马卡，也没有品种哦，所以用起来是有点可惜啊。好，那接下来介绍一下朝鲜人。那朝鲜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挖石技术啊，是啊，挖石头速度是游戏里面最快的，而且工兵铠甲是免费给的，所以朝鲜人的打法比较偏向于在这个工兵路线跟打塔攻路上，因为他的塔攻呢也是可以免费升级建塔的文明。那朝鲜人呢也拥有这个投石车射程最远的文明特性呢，所以这两边呢都拥有这个投石车加成的这个一个特性在，所以也会蛮的有趣。会觉得比较有趣一点哈，但比较微妙的是哈，这个塞尔特人跟朝鲜人啊，两边都是工程器文明的时候，单挑情况下还会不会出工程器哦？这就不太好说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两边封建时代怎么打。好，那塞尔特人这边是打高啊。这个是非常顶尖的玩家。那这一场塞特人打朝鲜，有观众会说，哎，朝鲜人打塞特人，应该是朝鲜比较有优势哦。但塞特人以文明特性来说的话，打朝鲜人要打到非常劣势的话，可能只会遇到塔攻比较无力一点哦。但是只要一上城堡时代之后，塞特人的身头打法是非常强大的哦。所以朝鲜人即使有大型有这个防御箭塔，可能也挡不太住伸头战术哈。所以这个有点是一来一往，就是要看谁先发动进攻，跟这个游戏节奏谁掌握的更好，谁应该才会更有优势一点点，而不是单看文明的特性而已。好，那来看一下这边朝鲜人，这边是还没有点下织布技术，那塞尔特这边是打了一个18批。那塞尔特人呢，其实也蛮适合打棒棒开局的，所以我们来特别看一下，哎，这边果然是打棒棒了吗 ？OK， 但是这个棒棒的移动速度哦，是到封建时代开始哦才会有加成哦，所以塞尔特人这边要考虑的是要不要去转这个装甲步兵，还是要直接转小弓？好，两棒棒出门，那应该就不会打装甲步兵了，可能是两人挖机，然后两棒棒前期骚扰。不转装甲步兵的打法啊！好，朝鲜人这边也是补下了一个军营，这边军营补下，这边升封建时代大概慢个一村，啊，时间大概差20秒而已啊，其实没有差距到非常多。啊，这边都围死，后面这里要围一下，啊，这个洞围一下，围一下 ，OK。好，那朝鲜人点下了伐木技术，好，这边朝鲜是转。马厩而不是工兵单位，哎，这就有趣了。明明朝鲜有免费的这个工兵铠甲啊，却不善加利用啊，反而是先打肉马开局。那朝鲜人打肉马的话，优势并不会太多，而且很容易被塞尔特人的枪兵给追上，所以走马厩开局，个认为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决定。直接上射箭场，晚点有农田，肉类稳定之后再转马厩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朝鲜人为什么会先转马厩？是因为他希望自己有那个机动性的优势，给对方压力哦，是确实可以给到的哈。所以有利就有弊啊，只能这样讲啊。OK， 那朝鲜人这里是补下射箭场，那这里先按了一个锚兵。那朝鲜人天生一级工兵铠甲。即使塞特人这边出工兵也很难射穿，啊，朝鲜这边的毛兵哦，啊，好，这边用枪兵加上些肉马反击回去，这边步兵的骚扰，塞特这边的步兵已经全部死光，家里的工兵还没有出门，吗？欸，应该是在路上了 ，OK， 原地返回，
看起来是有点尴尬。哎呀，这个情况刚出门，结果你就解掉我的步兵了。本来是想要跟步兵会合，结果步兵被解掉。好，这边回头，枪兵戳到了一下。OK， 这边有戳到就不亏。好，朝鲜人这边落马，赶快去对手家来骚扰，然后家里补一些毛兵挡就可以了。那这边农田哦，还是要赶快撒。农田撒完之后，赶快补下兵工厂，点下一级射。好，这边看到工兵数量其实有点多喽，六支工兵了。好，塞特人果然是打一个工兵开，然后待会上城堡时代就可以打这个奴兵配弹道雪，或者是打这个投石车僧侣也 OK。 那目前两边应该是不会就此大打出手，先稍微快进一下。好，朝鲜这里是继续按毛兵，按到四只就停了。那是朝鲜人这里是没有停下工兵的数量。好，赛特终于补下了兵工厂，这边才要来点一级射。没有一级射的工兵打骑士，打这个伺候还是有点难打的。OK， 这里一级射点下，看一下这边一级射。好，落马砍个几刀，但是毛兵血量没掉太多，四只毛兵，我看到对方有工兵越来越多，赶快按更多的毛兵出来。好，家里是围的差不多了，两边应该是直接鬼转打城堡时代，封建时代应该就是小打小闹了。好，这一波会打起来吗？赛特人这边是转出了非常多肉马，五只肉马开始压制回去。好，朝鲜人这边也是一个回头，击杀了一些肉马。哇，这边赛特人直接杀进去，朝鲜人的肉马全部送光之后，正面完全打不赢。好，但是已经升时代有优势了，那在升时代的时候，尽量把自己家里给围死哦。好，但这边有带工兵的情况下，应该还是会想尽办法去保护自己的工兵哦。工兵跟毛兵一起走，然后这两只枪兵想要走进去吗？结果被射死了。哎呀，好，这里毛兵没有一级射的关系，手有点短。OK， 有一级射，一换一。待会朝鲜这里是要打双射箭场出奴兵的样子啊。好，那朝鲜走奴兵的话，还有这个步兵的木材消耗减免，所以打这工兵或是战矛兵都是一个不错的选项。那塞特人这边圣城堡时代稍微慢了一些，时代差距大约一分半左右。好，先点下了二级伐木，这里要先回头打个一波吗？趁还没有变身之前。但是这边要等变身的话，自己会来不及哦，一级马凯这边要等很久。好，等待一下工兵会合再上。这里要打了吗？这里再不打的话，对面变身就尴尬了。OK， 要变身了，这里要放弃了，不能打。好，赛特这里是转打骑士，补了第二个马厩，双马厩，准备要来爆骑士，然后奴兵二级射升级，但二级射待会可能会有点难点哦，或者是奴兵不升级，或者是工兵不升级，全出骑士的路线。但现在工兵数量来到九只，不升奴兵有点可惜哦。好，第一时间射掉右边两只枪兵。好，朝鲜的工兵直接原地折返，看到有马就选择先后撤。想想还是跟家里的兵会合，再继续往前。
好，这边骑士直接补了四支，果然这边是直接放弃奴兵了吗？二级射也不点，直接鬼转骑士。这时候朝鲜人一定会觉得，哎，这个工兵一定会变奴兵的吧？我是觉得这边如果有多一点的肉的话，还是可以考虑点一下奴兵的，毕竟九支工兵的数量也是蛮多的。好，这里骑士过来，现在二级马凯，这个赛特骑士有点强，但是没有品种，所以用起来还是有点可惜。但赛特人这边是补下了新的城镇中心，准备要来开农了。好，但赛特人这边开农，但朝鲜早就已经开农了。双 TC 农下去，49村打47村。好，城头战术到现在还没有开打。好，这里弩炮继续进攻后面弩兵。好，后面往前，骑士上去想要抓掉，骑士能够吃掉全部吗？剩四只打九只工兵，九只工兵还在做拉打，后面补到了城镇中心的伤害，城镇中心帮射个几箭，但是弩兵还是想要秀，哇，但是弩炮过来打个一发，工兵死伤有点快，剩下三只弩兵，残血骑士直接绕干。OK， 但这一波交换赛特人，我觉得不亏，反而是有点小赚了。只要让对方的工兵一直没有办法稳定成型的话，对于自己的后面的压力就越来越小。毕竟自己的骑士这个是可以升到重装骑士，而且还有这个三攻可以点，甚至还有游侠，如果真的一直要走骑士路线的话。但是如果长期换下去的话，到帝王时代朝鲜出奴兵的话还是挺有优势的。还是要转一下马战车，看一下朝鲜们挖石头，有在挖，左边这里在开挖，三 TC 挖石头，待会这里补一根城堡，或是在更上面一点，或是后面都行。好，这边三 TC 开农，两边应该进入开农阶段，不会有大打出手的状况。现在是三 TC， 然后这里补了一些投石车，在家里做防守。那朝鲜这边进攻就要稍微小心了，避免被对方的投石车或弩炮直接拍掉。好，这里五只村过来，僧侣第一时间被拍掉，后面僧侣招降一下，逼退一下骑士，这只要被招了，赶快赶快拉走，投石车过来三台，预判失败，一个逼阵躲掉。好，但是还是遭到了一只骑士，这个用这个招抢来的骑士赶快去打投石车，投石车这边砸还是没有砸到，这里奴兵控制的很好，又收掉了一台投石车，哇，这个奴兵控制的很美啊，投石车很努力想要反击，用这一头奴兵确实让对手打到这里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突袭到这个地方，城堡顺利盖好了。好，这个城堡里的工兵其实也蛮多的，聚集一下16只工兵。好，右边补一下房子，稍微把这里围一下，但是会被打破哦，哇，来不及回敲，骑士要冲进去闹一波了，看起来这一波是要放弃回家，直接往里面冲。好，现在骑士队一直往里面落，下方的骑士抓到了挖金矿村民，朝鲜这里开始慢慢转马战车，工兵回来救，但是现在军营没有办法去按重装长枪兵，
朝鲜人这边再差一点点肉就可以升帝王时代，但这时候被闹到家里有点亏啊。好，赶快用这个工兵去解掉骑士。这里先把农田给取消掉，免得这个木头直接被骑士砍一刀，就会直接减60木头。好，这里突然一个回头反击，但是工兵伤害很高，全部收掉。这一波塞特人骑士送的不冤，也确实是让朝鲜人有稍微收村，现在经济稍微有点跟上了。好，结果朝鲜想要往前盖堡，结果塞特人在中间已经先行也盖好一根城堡。好，通常这个时间点往前盖堡就是升帝王时代的讯号，准备要来插堡，然后往前用巨型投石机开始攻城。好，塞特人这边是决定帝王时代要来打步兵，不打游侠了。好，回转一波松兰武士。那松兰武士的伤害值跟游侠是一样高的，而且移动速度也只比游侠慢一点点，所以塞特人打步兵应该是最好的选项，没错。好，这里补下了工程器制造所，补下了手推车。帝王时代还有大概30秒左右，右边补一根城堡。前期的打斗两边都是打比较偏浓一点点的。好，朝鲜这边手推车也好，两边都是把经济先控好，待会上帝王就要来专心打架了。好，那朝鲜这边是继续按奴兵，待会要先升强奴，马战车是按个几只而已。右边的松兰武士数量慢慢开始堆叠起来，有12只的数量了。但是这边一升帝王，城堡产能会被巨型投石机给占住，但是松兰武士这边是继续按的，没有打算要出巨型投石机。哦，这边开始转冲车，哎呀，用冲车取代巨头，塞特人这里相当有想法。好，朝鲜这一坨工兵有点麻烦，暂时解不掉，因为三级的步兵铠甲还没升级好，有三级步兵甲要大量松兰武士才会比较好包夹这一坨工兵哦。好，这里又抓到了一些村民，上面村民要赶快跑。哇，这里收村还是死了一些村民。这面巨型投石机已经开拆了，但塞特人这边已经转出了装甲中车，还升级上去到了重型冲车。大冲车一登场便知有没有啊。好，但朝鲜这边也开始建立起了防线，大型箭塔开始慢慢盖。好，第一个冲车被打掉，火炮也出来了。有火炮的话，解冲车还是比较方便一点的。第一时间赶快去抓掉后方的火炮，这样可以让自己的冲车有更多的吸引箭矢的能力。好，这里赶快拉村民去修理一下城堡，但是太多人去修理的话，前方箭塔跟城堡都可能会被冲掉。毕竟是大冲车，大冲车伤很高。好，再一下，哎呀，应该是敲不掉了。哇，这里解的有点惊险。好，右边的巨头也要小心，不要被大冲车给顶到了。好，左边的松兰武士被逼退走回去。上方有一个大型箭塔，这里偷挖石头。这时候朝鲜家里也，不，塞特家里也被朝鲜的工兵给绕进去了。好，看一下这一波。虽然我是想要做个包抄 ，OK， 这一波应该是包的轻轻松松。好，这时候松兰武士已经成型了，只差精锐就可以把所有的科技给点满了。看一下这里，朝鲜这边是四台巨头攻城当中。好，塞特这波再囤了一波冲车，想要来第二波冲刺。刚刚打不赢是因为松兰武士太少，这次再更多一点的话，可能效果就不同了。好，后面的城堡补下了精锐松兰武士的升级，冲车直接往前顶，骑士也在赶快输出，踩一下冲车，后面两台火炮好了。
我怕解冲车其实蛮有效率的。可是后方有大量强弩，索兰武士看到情况，直接把自己的兵拉走，拉到旁边去打村民。但打一打之后，又要把自己的冲车给放弃掉了。打着打着，怎么塞尔特人越打越被动的感觉？还是朝鲜人这边开始长火枪，火枪已慢慢成型，待会也可以去打这个松兰武士了。毕竟松兰武士还是蛮怕射的啊。步兵单位都是怕火枪跟工兵单位的。好，那塞尔特人这一次补下了二级射，增加一下城堡的射程。这里补了一次两根城堡，直接想要守护正面。好，那现在这边是四栋城堡，量产松兰武士。好，后方有两台马战车在次骚扰当中，下方塞尔特人偷偷从右边攻击城堡。朝鲜人这边中间拉了一些强弩过来，想保护一下巨型投石机，但是还是被解掉了。好，后面这根城堡没有石头可以修，朝鲜人这时候买了200石头，但是来不及修，只差一滴，还是被砸掉了。好，但是后方两台火炮赶快过来，想要解巨型投石机，解掉了一台，但是自己的两台火炮可能也要被收掉。哇，这里直接被收掉了。朝鲜人这里打得还算不错，但正面的部分已经被冲车开顶，冲车直接顶掉了中间这个城堡，应该是没问题。左边两个工程器制造所直接蒸发，但后方骑士跟村民还是很气愤，在追逐这些冲车。没想到塞尔特人是直接用冲车去解，但那个解城堡还是解到有点头破血了。好，左边有一些村民又遇到松兰武士，只能选择往后跑。这里太多松兰武士了，打起来速度有够快，村民数已经下降到剩下130村不到。好，这里29只强弩走过来看一下，哎，直接走到城镇中心里。塞特人这里反击回去，只单纯用松兰武士还是有机会的，并不是说完全不能打。那这边就要看松兰武士包抄的如何了。好，这边村民数下降到了只剩下119村。好，进攻方还是朝鲜，朝鲜依旧在进攻。塞特人这里是继续出松兰武士，边 BD 然后边聚兵在家里，准备要来打一波反击。好，这里有六只松兰武士从左侧进攻，右侧的少量松兰武士直接被火枪给解决掉了。好，松兰武士好像要出发咯。好，冲车先去前面吸引一下箭矢伤害，怎么射都是一滴血，但箭矢数量够多的话，解冲车还是 OK 的。好，这边朝鲜人手动控制了一下强弩跟火枪兵，赶快把所有的子弹打在到松兰武士身上，但大冲车已经往前顶，这一波进攻松兰武士打得非常漂亮，后面火枪开枪一直努力反击，但松兰武士这边突围速度非常快，大量的松兰武士从这边突袭进去，打掉了非常多的强弩跟火枪兵，冲车也是顶光了前方的大型箭塔，后方的两栋工程器制造所也会有危险。好，松兰武士赶快再往前补，把所有的产能补在中间。结果松兰武士打得非常好，朝鲜人这里有点节节败退的感觉啊，这要怎么打呢？看起来朝鲜人还是需要一点马战车或者是剑兵勇士之类的单位踩在前面才行啊。
好，我们恭喜赛特人拿下比赛胜利，除了180只的松兰武士瞬间拿下来啊，正面突破敌人啊。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经济的部分由赛特人拿到资源上的胜利，大概赢了快要14000的资源。那军事方面呢，来到了1.04的 KD， 但最后还是由松兰武士拿下比赛胜利。朝鲜这里的打法我觉得是很 OK 的，但没有想到赛特人直接用冲车顶掉你的箭塔阵啊，正面突围成功，这个相当不容易。好啦，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咯，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请记得帮我订阅，我们就下次再见咯，各位拜拜。